看一下，就是粉丝见面会今天的大熊开放的孤轮体验。大家应该看到上礼拜影片，就是很说，哎、欸，干 CG 能不能落赛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是不是一般人也这么落赛？等一下有这个钢化老师替你们上课啊，基本上反正会有人帮你熄火，所以我随便讲钢化也可以啊，反正就弹起来就对了。Let's go！ 好，基本上呢，今天非常难得机会哈，那等一下呢，体验孤轮，我们讲。就是让你体验翘起来的感觉，然后你只要觉得害怕呢，救命哦，就是脚刹。那你脚真的什么都很害怕，什么都不要做，他会帮你停下来，还是会停下来，所以其实很安全。所以既然那么安全呢，你们他妈还弹不起来的话，好不好？不要说你会骑两车，根本有没不会骑两车了吧？然后呢，其实呢，这位摄影师呢，他骑该死的 GoGo 罗，该死的 GoGo 罗啊，没有不是啊，哎、欸、不要，真的不要剪，真的不要剪，他骑 GoGo 罗，他不会骑两车。然后昨天来体验的时候，哎、欸。他就只学了一点点，他就好像会了一点，所以那现在来大家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过头就弯了。你要躺下去的那种，是不是？他刚是这样子，其实很安全，要掉下来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掉下来，大部分脚就落地就好了，但有车子会往前跑，不过他会帮你熄火，所以都不要害怕，很安全，不会骑挡车都可以这样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输，没有。他真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帮他骑过来，他不会骑挡车啊，他不会骑挡车啊。哎，过来了，哎，来，掌声鼓励，来看。干他妈的那些体验的都直接就给他翘起来过头了，那我有过来、啊，我起来，哎、欸，不是我，装死，现在都轻松翘，你都不翘不起来，你看看到人家随便就翘起来了，极限五十秒，极限五十秒。吓死了。我觉得你弹得很好，那感觉很棒，所以你第四哈。但是你是来骑赛道还是骑跑车？没有，因为你都往后颠。真的吗？对，是好玩吗 ？OK， 好玩哦，可以上课的，蛮厉害的，屌电他们。OK， 紧张？很紧张。很紧张？为什么？就翘起来而已啊！平常不是每天都早上都会翘起来吗？觉得性骚扰。好，所以今天啊，加油好不好？我先讲，就用力弹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不会有事，他们会自己熄火的。OK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说你衣服不见了？我后来找到一件大多的大件，我们要给别人。我感觉好危险哦！哦，shit！ 但我没拍到啦。你拍到吗？看你没拍到。shit！ 你知道你刚差点撞到汽车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怕了，不要怕，等下再玩，对，玩久就不怕了。等下飞上去了，不会，你那刚最惨就那样而已，你刚刚已经最惨了，所以你刚说什么翘起来，你一直补油门，没有就被拖着走，你就要收油，你有收油吗？就是翘起来的时候，因为你要抓着那个，你翘起来就想拉出来，对不对？翘起来要收油的时候就被拖掉了。哦，啊，车就一直跑，车就一直跑。哦、OK， 好啦，还是很好玩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没有。他没有，他们觉得这个活动有没有？你会看到千奇百怪的各种紧张啊，然后就是失误啊，其实是不错啦。真的非常不错。不要再找了。帮他回转啊！不要在那边伤害我的车子。那不然换他的车、欸對啊、你知道吗？欢迎二代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那么激动？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赔钱在办这个活动了。你今天你离了气还要这样被人家抄到这样子，你真的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换那台二代的。恭喜有没有幕后花絮？看到上一次的影片，大家应该知道他表现很差，所以他现在要来表现，要上诉，他要上诉。你连他妈连起都起不来。好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厉害？其实他不是第一次，他昨天就练过了，他现在才骑这样而已。他其实昨天练一整天才这样而已。不行，
不给过，对不对？不给过，不给过。Okay, yeah, yeah, that's okay, yeah. Because I saw two livers, I was confused. Show the one, you know. Okay. Thank you. Okay, okay. 突然就是一个瞬间哦，爆发力有没有？它就是这样子，你是喝太多。你有没有看过在家里面看门的狗，看到有人走过去，然后离靠近，你突然就是要像那个人来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你如果是这样哎，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不是。哎，那个不好播，那不行播，这不行播。对啊，就要扯一下表情啊。好简单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哦，那个以上影片呢，因为大雄其实一整天这样，因为是我这个活动啊，然后弄了很多，他已经呛掉了，所以呢，大家看到什么讲什么都不要介意，但是开心吧，开心。OK 的。他刚讲的都呛了，他开始呛了。你看他表情，看他回转，好简单，好简单哦。你看 ，Mr. Q 也有粉丝要找 Mr. Q 拍照，红一波，我来帮我拍照，朋友。然后他刚跟我讲说，看看。装备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摔车了。对啊，我刚才有摔过。他用什么摔车？就是师傅骑车。过弯啊，他那是算泥土的哦。啊，那没事没事，回头。是撞车就好了。啊，来拍照拍照。今天我们已经结束离开骑士店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往台北路上了。那首先很感谢，就是今天能来参加这个粉丝朋友。那我觉得今天感觉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给大家回馈什么有的没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，给大家体验一下孤轮，然后看他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后来呢也有跟很多粉丝朋友聊到天这样子。那觉得感受到南部人的热情，然后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还蛮不错，就是有机会跟大家见见面，这样聊聊天，打一下篮赛也是不错啦。所以，假如呢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或者是你那天有来，然后呢看到康康本人，你有什么感想的话，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是康康本人比较帅一点啊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下礼拜见喽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当然，你可以订阅我，下面有个小铃铛，按二次订阅，看到什么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